黑的，你干嘛？今天小卖部关门了，离这最近的也要5公里，只有他有电动车。不说了，我去找他买水。哎，我就是个臭的，怎么的吗？你妈的干什么？给我出来单抽！你又点脸！来，打我！你有没有渴过？你有没有渴死过？这里只有我有电动车，你就讲一下咋？我即刻瞓喺度。买水呢单嘢就你咩啊？要讲啊，你啊，要讲啊！启宏哥，我也想你帮我买瓶水。执啊！一定要执，唔执嘅话，我打爆自己头噶。讲声多谢俊雄哥啦，多谢俊雄哥。打波劲，落 iPhone 12有咩用啊？啊？唔系一样要求我买水？呀屎啦你！